许志安、刘浩林呢日现身红馆，为圣光入姚宝良筹款。提到 Sammy 最近喺社交平台自嘲系 iPad 空，安仔就话佢冇睇到。我唔识噶，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呢一方面。我谂每个人都有佢嘅靓嘅，即系佢嗰个即系出嚟，即系天生出嚟个气质啊。咁啊，都系唔讲太多啦，只系好睇咪得咯。另外最近有实名制买演唱会飞，安仔就大力支持。我觉得是好的实名制，因为是很多想支持的歌迷都有机会可以即亲眼同埋亲耳享受喜欢他嗰个歌手咧个唱歌。因为买飞买不到咧，确实是即你知演唱会不是一年开始，即系会隔几年，所以我觉得对于歌迷的利益为大前提去着想咧是最好的。刘浩龙最近就被网友怀疑和容祖儿同游日本，事情就梗系坚决否认啦。冇啊冇啊，撞到芝麻啦个街道系。系啊，我有去日本啊，同自己啲朋友去玩下。因为之前就又要工作啦，同埋又要健身，即系冇啖好食咁啊。好啦，做晒一啲拍摄嘅工作啦，咁啊俾自己休息一下一个礼拜，去日本食下嘢。